佩阿姨带去南部单调呢，这人一定会是有报应的啦。哎，可以说，卢佩阿姨，恁两个捡到伊的时阵，敢有看到啥物奇怪的人啊？无呢，阮看到伊的时阵哦，伊就是一个人。阿门讲是谁带出来？伊连咪讲是大姐，阿连咪国讲是太太，讲话变来变去，嘛听无伊是在讲啥。大姐。佩莹讲的大姐，敢会是淑娟啊？啊是讲，淑娟谁人要来做？佩莹对伊来讲，应该无威胁吧？嗯，这嘛不是无可能啊！妈妈，你家己想看卖哦。难道阿金安尼赤白白的，你阿舅哦，就会逼家己家出走？哎，别安尼乌白药啦！直接打电话生意问清楚唔就好啊？佩莹姐，开叔。你想看卖哦，因若是真正有心要照顾佩阿姨，哪有可能遐尔简单，就予伊，予别人带走，搁等伫南部。无得卡，伊心肝内就想讲，上好拍无去，拢莫转来，我先去照顾加麻烦呢。我咧想吼，迄个吼，做小安靠可能。啊，对啊，煞袂记，阿金因兜阁有一个小安呢，啊伊若是想讲佩阿姨要来甲伊抢啊。那你就有可能甲佩阿姨等着哦。嗯，伫我未清醒之前吼，我已经领教伊吼真侪手段。啊，毋只时阵吼，我拢叫伊低头食。哎，我心内是较烦恼，讲这件代志若真正是伊做，安尼生意吼想要补好配音，可能就我都做甲遐紧转。嗯，恁大家毋免替我烦恼，至诚国王会保护我。佩阿姨。啊！你奈向走去南部，我有看到监视器，看到你坐一台车诶。啊，后来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是要去城堡摒扫，啊，不过我发现我的包包无去啊，我就紧落车。啊，我嘛唔知系啥物所在，我就紧张，我就靠好志成。啊，靠好志成了，我就啊，后来就后来就。佩，我紧。你卖着急，你偷偷想看卖哦，是不是有人去找你啊？啊，有，是大姐。大姐。嗯。所以，是在你去南部的是吧？啊？南部，我是不知啊，那是什么所在？啊！飞机半路就叫我落车啊，搁把我的手机啊提走，我就惊的，我一个人唔知影要安怎转来，我就一直行一直行，搁差一点仔互车弄着呢。恁平阿姨当平安转来，刚刚就无代志啊，哈！不管是啥物程度原因，小安拢袂当对平英做出这款代志。先卖讲伊，明明就知影，我对平英完全有做亏欠。我看麦公起码骗你进行走控，廖平兄，在我的面头前，继续顽强关心佩莹，啊，不过事实上，他我无天时阵，在我的背后，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安尼害佩莹，你安尼讲一套做一套，我哪有可能吞忍啊？